至少四千年左右的魂兽，老娘和你拼了！真难想象，弗兰德，以前你说你这二龙妹的脾气不好，我还不太相信。现在看来，你一点都没夸张。这是我自己做的曲掌丸，吃了这曲掌丸，至少能够避免大部分瘴气的侵袭。大家小心，屋里有毒。